谢谢你。喂，妈妈。我现在下班了，我现在就去医院看你。怎么了，哥们？兄弟，你的东西掉了。什么？你良心掉了？什么东西该拿，什么东西不该拿，不知道吗？美女，你刚才钱掉了。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是那边那位大哥替你捡到的。在一瞬间有一半。